秦桧夫妇为何跪了800年？在岳飞墓前可以看到5个跪着的铜像，其中的主要人物就是秦桧以及他的妻子王氏。靖康元年1126年，金兵进攻宋朝京城河南开封，要求宋徽宗割让三镇江浙、关中、中原。秦桧身为宋朝丞相，靖康之变发生时，秦桧被金人捉去，为了能够保命，向金人摇尾乞怜，竭力讨好金军首领，卖国求荣，所作所为实在罕见。岳飞在当时一直主张抗金，收复疆土，是一个非常勇猛的将军，但是秦桧却一直主张和金人议和。秦桧仅仅因为岳飞与其政见不同，就污蔑其兵权扩大、亵渎皇权、企图谋反的罪名，将其诬告杀害，因此导致一代名将韩渊而死。秦桧还卖掉了宋朝的大部分国土。秦桧的所作所为中，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罪名，甚至修建了秦桧夫妇下跪的铜像，让其向岳飞赎罪。而这一跪就是800多年。如今秦桧后人提议要拆除，你们认为呢？